由交通部观光局希拉雅国家风景区推出的“浪漫希拉雅仲夏组曲”系列活动开跑，主场推出辖区内多个高尔夫球场以及度假俱乐部，早球不到2000元的优惠活动，吸引许多民众争相报名。早球优惠活动一推出，许多人涌入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内的球场打球，享受夏日清晨的球场美景及挥杆乐趣。很好啊，天气也不错啊，刚好可以让我们多活动一下身体。天气刚好，没有说很热，对我们打球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哎，有利我们的喜欢打球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参与。位在北回归线上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，多元丰富的自然生态以及气候环境，结合仲夏组曲活动的举办，吸引许多民众到这里观光度假，非常的成功。因为我们一推出来呢，差不多几天就报名就已经额满了，不仅可以带动我们高尔夫的产业，进一步呢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的农业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，谢谢。这个不一定的，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哈、办得很不错，一个异业的结盟嘛哈、可以促进我们你们这边的一些的观光的发展呐、还有农特产品的展览呐、我们就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呢能够出来踏青，不管是打球，不管是到这个步道去这个做健康的步道的这个健行都好，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出来这个走到户外来。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，除了高尔夫球活动外，也有各项农产品展售会以及多项活动接力登场，邀请民众一起来游玩，顺道体会南部丰厚的人文风情。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淑芬、陈韵如，台湾台南采访报道。